可以，绝对可以。旁边哦，消费者一来到这拢任何物件拢会当买。可以啊，现在的话花园夜市有200，就是使用200面哦，可以换250块的商品，很棒，蛮可以促进。你家你的消费券你200块钱加化这50。对阮亚区来讲是增加100%的好用，嗯，蛮方便的、啊，而且一次性的购买又可以比较多这样子。嗯，我觉得蛮方便的。蛮方便的、啊，就是我换成比较小的会比较适合夜市。我当然会比较方便。嗯、可以拿来买振兴券吗？像你喜欢柴犬，你有没有买很多柴犬？啊，反正有柴犬就好。出去玩吧，花在旅游吧，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是，还不错啊，感觉很吸引人。是。还不错啊，还可以可以试看。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振兴3倍券你预购了没？台南市政府经发局为方便民众在夜市消费，加码200元振兴券可以换我手上的5张50元的夜市消费券。让你在夜市吃透透，不用担心找零问题。然而，在领到夜市消费券的同时，也能领到我手上的登录券。登录什么呢？登录的就是我们台南加码的抽房子、抽车子。登录越多，中奖几率就越大哦。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经发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经发局局长陈凯琳，在这边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3倍振兴券从7月15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经发局也特别针对夜市提出了200元的振兴券，我们可以把它换成50元小面额的5张，也就是说200元换250元。那么我们还会再送你一张登录券，让你可以抽奖，让你可以抽房子、抽车子、抽总统套房、抽游艇旅游。那么500元的振兴券呢？我们呢也一样可以换成50元的这个抵用券，有12张。那我们可以换3张的这个登录券，我想市政府呢也会贴心的帮各位来做这些服务，希望民众拿着振兴券可以到夜市，可以到商圈有更多的消费，大家一起来振兴经济，大家一起来台南散步好好玩。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7月16号礼拜四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2020年的全国重点好好运动会18号将在屏东举行，为了替台南市的选手加油打气，市长会报特别在市府为选手授旗，勉励选手会当得到好成绩，为台南争取光荣。会使看到侪侪运动员当伫市府二楼的广场咧聚集，因拢是即届将要代表台南参加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选手。即届代表队总共报名18个项目，有811位的选手参加。比赛将会伫18号屏东来登场。对此，市长吴伟铁也特别选择因出发进前，为因来加油打气，并为选手授旗，勉励因会使用上好的表现，争取优秀的成绩，为台南来争光。在这几天的竞赛期间，我们希望台南市的代表队能够展现平常的集训的成果，能够把所有这个获得的好成绩呈现给所有的市民。去年总共我们参加去年的全中运，总共拿了90面奖牌，参加了18个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参加同样18个项目，那我们希望说奖牌数能够往上增加。毕竟大家又努力了一年。而且今年呢，参加的台南市的代表队所有的队职员加起来总共有1138位，哦，1000人的台南市派出1000人的大队伍，哦，那你想想看哦，如果全台湾20几个县市每个都这么大规模，那就好几万人，那不得了。但是我们台南市派出1100多位最优质的选手，来自78个学校，所以可以说是精锐进出，哦，所有的项目。我们想到我们有竞争力的，都派出来了，也希望说，
各位选手能够好好表现，把这个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那能够为台南市争光，成为台南之光，那得到冠军第一名的话，就成为台湾之光了。所以说很期待我们的优秀的选手能够努力，那也希望市民能够多给他们加油，毕竟我们中全中运参加的选手都是十几岁的最优秀的年轻人，希望说大家一起努力，台南加油。这届市府将会持续甲生态来合作，将会派出运动伤害防护的团队，保护选手的健康。这届比赛将会对18号进行到23号。虽然这些选手现在都是国中生甲高中生，但是未来因也有机会为台湾来争光。民众也会使多加利用转播来关心这届全中运的比赛。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应用农溪村高龄化，并且配合当局二点控政策，农委会规划绿色照顾示范计划，第一阶段选择31个乡镇的农溪会，设置绿色照护站，来办理老大人做伙食饭、健康照护以及各种的活动。台南市的龙岩区农会16号嘛加入，正式甲白启用。中央政府因应现在农溪村高龄化，配合当局2.0的政策。农委会规划青色照顾示范计划，由着地方的农协会设立据点，提供社区内长辈健康的共餐、甲照护以及手作的课程等等。第一阶段，全台湾有31间的农协会入选，其中台南龙岩区的青色照顾据点也伫16号正式甲白启用。会长市长委员的夫人刘老师也亲自出席见证。对着龙岩区来讲，加一个据点，也让当地长辈有更加完善的照护。咱龙岩。目前这个人口呢，3800几个，咱的65岁以上的就占1100个，所以咱这个种老人讲呢，占这个人口30%，会使讲是算作讲超高龄啦，超高龄，所以讲这个种为着要照顾这高龄者、这高龄者，咱一直在甲这种政府的政策变啊来。都是在咱遮个人遮身上，所以咱即马就是有这绿色照顾，绿色照顾就是有三大主轴，就是讲吼有一个绿饮食、绿疗愈，个绿照顾，这是用这个三大主轴，内底内容真正多，我伫遮都无过伫遮敢占上一时间，是目针对遮，针对咱龙岩遮个人遮来推行这个工课。就是讲上重要，那么配合这个吉安医院，伊这个吉安病院呢，离咱遮上近，即马咱就是这个活动呢，拢结合因吉安医院来甲咱做这个均衡营养的种指引呐，还是咱有医疗的咨询呐。为了提供长辈更加优质的照护，龙岩区农会也特别甲附近的吉安医院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透过安尼农协会的投入，也让更加侪长辈会使得到更加完善的照顾，落实了在地老化的理念。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的北河德文社区因为高龄的比例超过30%，所以为1998年就开始推动社区关怀驻点，提供老人做伙食饭等等的服务。台湾企业因为看到社区的需求跟努力。所以设立银发乐龄学堂，要让当地老大人得到更加好的照顾。来到北河德文社区，根据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因家拢无啥少年人，多数拢是超过60岁以上，甚至要坐坐90岁以上阿伯。所以呢，社区照顾据点、甲志工服务等资源都相对重要。少年啊，拢无底看，拢。含迄细汉囡仔都无，拢同少年龄拢有60以上啊，而且参加共餐的嘛88、90几个，所以有需要的迄个部分就是足济啦吼。因资源有限，庄脚你着知，咱遮拢无一寡地方无一寡企业通回馈，所以我拢尽量做摕。若像讲以前菜金，阮着是爱去募款，无着是在地阮的志工伊有种青菜，伊着来还供应。偏向社区的需求甲心声，被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发加评估以后，嘛，立立因推动银发乐龄学堂的赞助计划，
上午虽然落大雨，不过会中对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贵宾、民代以及侪侪爱心企业的董事长拢到场收听，展现对长辈照顾的关心。同时共同告白，成为台南市第一间银发乐龄学堂。请揭牌，大吉大利，是的，哇，谢谢。替咱电门社区发展协会，予咱的电门社区足侪好朋友，咱的时代有一个足好的一个活动，咱的乐龄学堂只要来咱家乐龄学堂。中岛会当共餐啊，会当有足好诶，午餐诶供应啊，搁有咱诶伊个厨房诶设备，即拢台南企业甲咱斗三工，也是讲非常非常诶甘心。咱台湾企业着发心成立一个公益信托基金只要咱诶客户，用咱台湾企业即个银色之爱诶信用卡。入去消费，入去签销，台湾企业捐千分之三来做这个公益的信托基金，所以甲各位咱长官甲乡亲士大报告，咱台湾企业这个银发乐龄这个赞助的基金已经有来到1600万，所以这是一个会当支持咱做真济咱地方有益的代志。根据了解，因为该计划主要要协助长辈健康促进，主要嘛是共餐加改善厨房的设备。会后市长吴伟特嘛亲自替长辈来热菜，场面温馨。来啦，你个服务啦，哦，你个市长卡到偌好诶！要食鸡翅咯，我嘛要餐啦，一定服务咯。啊，要食鱼烤无？鱼烤，来。社区完善的设备和资金，地当为长辈提供更加侪服务，也等于予家里和社区之间真大鼓舞，共同为时代尽一份心力。郑新文君及林光采访报道。台湾企业透过公益信托基金赞助设立银发乐龄学堂，董事长黄博仪亲身到场告白。因为一家行政院长苏贞昌生了真共面，嘛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根据了解，台湾企业今年将再次运用甲永续力量的理念列入重点项目，所以去年开始配合老人照顾，透过全台125间分行，亲自偏乡来了解需求，借此推动银发乐龄学堂。上午拄仔伫台南甲家己东部甲白。持续提供长辈实在补助和厨房整修，目前全台已经有16间学堂，受帮助长辈将近280,000人次。偏向哦，这个老大人的比例真高，所以咱安怎让这个咱伫都市咧打拼的这青壮年无后顾之忧所以咱台湾中小企业呐，就发起这个活动来咱偏向设立这个银发乐龄学堂。鼓励咱的长辈，大家拢会当行出来社区的这个中心嘛，大家做伙来共识共学，安尼这个有厝边隔壁，大家做伙开讲，安尼精神会更加愉快。而且因为咱这个银发乐龄学堂食甲真健康，营养真丰富，所以咱的银发长辈会当安尼活甲真快乐、真健康。这是我想咱所有人的愿望。相信侪侪人第一眼看到黄董事长，一定会感觉伊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真像。开始黄董事长一到现场，特别主持人以小苏贞昌来形容，除了爱心公益行动以外，引起现场侪侪注目。黄董事长认为，伊除了沾光，嘛爱勉励家己向院长同款冲冲冲。真侪好朋友拢讲吼，我呢这个长得有点像咱苏院长。冲！我吼从较早伫校咧做教授，就真侪学生有即种的观察，嘛有安尼会跟着起哄，拢每一遍讲看到我就爱冲！所以我感觉我从年这个长期拢是受这个咱会当讲是受惠咱苏院长真侪，因为伊真认真拍拼，我就跟着沾光。
会中这个企业除了展现对长辈关怀心，另外黄董事长也代表无多够长的华林慈善管理公司捐十万块的公益赞助，作为北河德门社区紧急需求的专款。但新闻君及林根采访不得。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六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霸、 IG 作家来到台南爱卡翠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八点半第三公用频道。台南市十七岁少女王冠华，去年参加乐淡堡乐淡的发展署分家人分署的太阳能供电技术班，只训练了半冬，就为新手变成高手。今年考证照，阁成为全台湾上届少年的乙级技术士，用实力行出家己的路。目前就读新大附中资讯科二年的王冠华，虽然面容啊清秀，个性柔和，不过却选择阳刚的工科。伊讲自细汉就爱耍机器人，一路培养出工科兴趣，所以高一就参加职业训练班。现在无论说太阳能板、用火航管、熬铁管，或是配线等等的动作，专业跟美丽。今年六月一号的科上一级证照。不只是人生第一张的证照，也是全台湾上少年的一级技术师。比如说修太阳能板，然后烤管的时候，然后弯铁管的时候，辛苦了。甚至我看到机器在运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只要肯做，更努力去做，大家不用输给他们。比一般人比起来，他是花了更多心思来做这些事情，去做理解。那他这一次考证照的状况也是全部表现最优良的，也是时间最快完成的。冠华在这里经过半年的训练，从新手变成拿到证照的乙级高手，那表现非常的出色。那我相信年轻人只要肯学习、肯做、肯付出，就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以王冠华为例，取得证照的代表专业能力，在就业顶面都有真大的加分效果。经过了解，分家人分数所开设的积分班，除了学一技之长，也辅导校园科教，所以鼓励少年人只要肯学肯做，都有真好的收获。电信文君及林根采访报道。今年是贝多芬250周年诞生纪念，所以吉米博物馆将伫8月到10月举办吉米乐展，推出贝多芬音乐节。到时阵会有吉米典藏的21支名琴轮流来表演，而且甲国内知名音乐家、台湾交响乐团合作，推出讲座甲音乐会。贝多芬是古典音乐史中最受到上关，也是上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加上今年是贝多芬诞生250周年，所以吉米博物馆特别举办第一届吉米乐展。上难得的是，吉米嘛献出阿玛蒂等21支大师级的名琴配合演出，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感受博物馆音乐厅的好品质，更重要是活化历史名琴的典藏价值。其实在今年2020年呢，是贝多芬250周年的诞辰，所以说奇美博物馆呢特别主办了这样这个贝多芬音乐节的这样这个活动呢，那由我来进行音乐节的策划哦。那在这场音乐节里面呢，其实我们策划了有一场贝多芬的专题讲座，另外还有4场的音乐会。那音乐会的性质呢，其实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涵盖了贝多芬所有不同编制的曲种的重要曲目呢，来介绍给大家。贝多芬音乐节在8月29日会专题讲座登场，讲座以后再连续4场音乐会，包括9月5日严俊杰钢琴独奏，9月19日魏静怡小提琴独奏，以及10月17日的贝多芬交响音乐会，每一场演出内容拢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马尾和平将李歇贝多芬充满生命力的乐曲。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不得。现主席未少民众出入公共场所已经有挂嘴暗的习惯，不过长时间挂嘴暗，再加上天气热，有未少人出现口罩倒的症状。台南市立病院加医科医师的建议，保持社交距离，适当将嘴暗揢下来，而且要有正确的保养的习惯，才能避免口罩倒的产生。台南市立病院加医科的医师卢泰润表示，如果长时间的挂嘴暗，会造成面部的摩擦闷热，容易让毛孔来阻塞，皮脂的分泌过多，会形成粉刺。如果粉刺去有痤疮杆菌来感染，就会形成青春痘。因此，正确的保养加适当的休困，就真重要。因为长时间佩戴口罩的关系，而出现口罩痘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口罩痘，除了要规则的吃药擦药之外呢，也会希望各位民众在长期佩戴口罩的时候，也养成一些良好的保养习惯。比方说，要适时的在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下拿下口罩，让脸部的皮肤透透气，可以减少口罩痘的形成。那再来就是防晒啊、保湿啊、清洁啊这些东西都一定要做得好。那另外饮食部分的话，也尽量以清淡为主。那脸部的部分也尽量不要接触到一些化学物质，像是妆发类什么发蜡啊、发油啊等等的，或者是含氟牙膏这一类具有刺激性的物质，就可以有效避免口罩痘的形成。医师强调，其实人的皮肤有家己一套的平衡机制，避免过度的清洁，甲物理性的去角质的产品，拢会加重病灶的发炎程度。因此，民众如果有口罩痘，就应该要赶紧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晴天，有时乌云存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30%。海面平均风力10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16日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泉，咱再会。